Hello， 大家好，这里是每日瑜伽。今天我们课程的主题呢是塑造臀部的线条，紧实臀部。好，首先呢，我们来进行热身训练，请大家随我一起站立于垫面的前端。我们仍然山式站姿准备。好，注意，我们的双脚呢可以略微的分开，约有一拳的距离。好，让我们的大脚趾及其余四指上提并相互分开，感受到我们的足弓上提的状态。好，现在呢，让我们收紧臀部啊。当我们臀部收紧的时候呢，我们会使大腿面做一个外旋的动作。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将我们的大腿面有控制的向内旋，好，去对抗来自于收臀带来的大腿向外翻转的这个状态。好，形成一个相互的拮抗的作用力，帮助我们进行腿部、臀部和我们的骨盆区域、腹部的稳定。好，现在让我们将双肩向后打开，并且向下沉。我们可以尝试双手的手掌指向正前方，好，使我们的肩胛骨再次向中轴靠近。好，现在我们去感受肚脐以下，好，我们很最柔软的位置再向内收，腹部去靠近我们的脊柱。好，现在呢，我们来进行竖式的练习。好，我们调整一下身体的重心，让我们的将重心呢移向我们的左脚。好，现在随呼气，让我们屈右膝，将我们的右脚的脚掌踩向左脚左腿的内侧。好，双手于胸前合掌。好，那我们来说一下，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做到我们的直立腿，大腿的内侧啊。大腿的内侧收紧，也就是说将我们的直立腿向做一个向内旋的动作。好，我们很容易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呢，看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直立腿的大腿面呢向外旋，那这时候呢我们就会丧失掉我们直立腿内侧的力量。好，所以我们在练习的过程中呢，希望大家能够有意识的将我们的直立腿的大腿面向内旋，建立起内侧的力量。好，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屈膝腿的一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侧屈膝腿，在进行髋部的一个外旋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去有意识的启动我们的臀中肌的位置，去建立髋部的外旋。好，现在那我们就让我们大家在这个地方来保持3至5次均匀的呼吸。好，大家现在随我一起继续完成这个体式的练习，双手合掌与胸前相互对抗，保持顺畅的3至5次均匀的呼吸，感受双肩向后向下沉，将脊柱向上延展，收紧腹部，肋骨内收。好，呼气，解开双手，左脚落下。好，调整一下身体的重心。好，现在我们将重心移向我们的右侧。好，随呼气时屈左膝，将我们的左脚脚掌踩于我们的右腿的内侧。好，仍然将双手合掌于胸前。好，就启动我们的臀中肌和臀小肌，去建立我们的左侧腿髋部的外旋。好，然后我们将意识呢可以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直立腿，让我们的右腿的内侧收紧，让右腿前侧进行一个内旋，让我们右脚的内侧用力向下压实地板。好，在这里仍然保持3至5次均匀的呼吸。好，呼气，解开左脚，双手自然放于身体两侧。好，调整一下。现在
我们将身体略微向后站立一些。好，下面呢，我们来进行战式三式接战式一式的练习，帮助我们去建立臀大肌的力量。好，那大家仍然随我一起站立于垫面的前端。好，我们调整一下呼吸。好，现在双手放于身体的两侧，仍然将我们的掌心指向前方，手掌心冲向前侧。好，吸气，双手经两侧向上高举过头顶，让我们的手指相互交扣，然后把我们的食指向上伸直。好，现在让我们将重心移向左脚，吸气时去右膝抬起向上。好，随呼气，让我们的双手及右脚向前后方向伸展。好，通过腹部和臀部的力量帮助身体稳定。我们需要呢微屈左膝来完成这个体式练习。右脚脚尖指向正下方。好，所以吸气，让我们的上半身直立，同时落右脚，右脚脚尖指向斜前方，同时将手臂向上抬起，屈左膝下沉。好，继续。好，呼气。好，吸气。呼气。好，吸气。好，重心前移，伸直左腿，呼气。好，吸气。好，双手扶住髋部两侧，将我们的右脚向前与左脚并拢，站立于垫面的前端。调整一下呼吸。好，现在让我们来进行换侧练习。好，双手置于身体两侧，掌心向前。好，随吸气，双手经两侧向上高举过头顶，手指交扣，食指向上伸展，伸直。好，重心移向右脚，吸气，屈左膝抬起。好，呼气，双手及左脚向前后方向伸展。好，吸气，上身直立，左脚落地。好，继续，吸，呼气。好，吸气。好，呼气。好，吸气。好，双手扶住腰部两侧。好，将我们的左脚向前一步，并右脚。好，调整呼吸。保持顺畅呼吸。好，现在呢，让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练习。好，让我们的双脚呢仍然保持略微分开，略有一拳的距离。好，双手扶住我们的髋部的两侧。好，现在呢，我们需要一个进行随呼气，将我们的骨盆向前倾，转动骨盆，去加强骨盆的灵活性。好，将我们的坐骨向后推，
好，双手去扶住我们的髋部的两侧，将我们的臀部向后推，好，将我们的脊柱向前伸展。好，呼气，再一次向前向下，直至双手呢放于双脚的两侧。我们对于初学者，我们可以尝试先屈膝，屈双膝，好，让我们感受到呢我们的臀部再次向上推，啊，感受到臀大肌的伸展。好，呼气时候呢，让我们的腹部去找向大腿面。对，在这里保持双手放于双脚的两侧。在做这个练习的时候，很多朋友容易重心向后，现在呢我们可以将重心略微调整一下向前，让我们的全脚掌均匀用力站稳于垫板之上，双手推垫子向后，把我们的脊柱向上提起，呼气时慢慢向下，来完成这个前屈的练习，颈部头部自然的放松。好，在这里呢，首先我们注意在我们的臀部向外展向上推的同时呢，注意让我们的小腿的后侧进行一个内旋，对，不要随之进行一个外旋的这样的动作啊，那么很容易造成膝关节向内扣，这时候呢我们就需要让我们的小腿肚那的位置尽可能的和我们的脚趾尖的位置保持一致，在一条直线上，然后再进行这个动作练习，感受臀部后侧、腿部后侧的伸展。好，随呼气慢慢的向后伸直我们的双腿，对，感受臀腿后侧的加强的伸展的程度。好，然后慢慢的让我们的胸腹部向下，那么头部自然的放松，在这里保持3至5次呼吸的停留。好，所以吸气，抬起身体，好，慢慢的屈膝，让我们的身体向后坐立于地板上。好，我们抬起一侧臀部向后拖动，再抬起另一侧臀部向后拖动，双脚向前伸展。好，让我们的脚趾尖回勾，脚跟用力的向前蹬出，双手自然放于身体的两侧。好，保持山式坐姿。好，吸气，双手经两侧向上伸展，指尖指向天花板，呼气，好，转动我们的骨盆，让我们的身体进行前倾。好，双手呢在我们的双腿的两侧，小腿的两侧。好，在这里我们不着急让身体去俯身向下，我们需要进行呢我们的这个前屈呢从我们的骨盆的位置开始进行。好，所以呢我们仍然做到收紧我们的腹部，让胸腔去找向足尖的位置。好，再一次吸气，伸展脊柱，每次呼气的时候去加强这种伸展，让我们的身体继续向斜前方去伸展拉长。感受臀部、腿部后侧的伸展。好，吸气，手臂经两侧向上，呼气，落回。好，我们结束今天的热身部分的练习，我们下面开始进行正式的训练。好，那么我
我们昨天呢，刚刚告诉了大家如何去锻炼非常纤细的腿部线条。那么我们所谓臀腿不分家，那么今天呢，继续来告诉大家如何去塑造更加完美的臀部线条。那么经过刚刚的拉伸之后呢，我们接下来来进入到今天的正式练习。好，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叫做站立侧抬腿。那么这个动作其实很简单，因为我们通常每节课前面呢，都会来进行几组简单的动作，帮助我们身体快速的预热。那么这个动作就是在我们站立的时候，将一侧的腿屈膝抬起之后，让我们的膝盖朝向侧前方，之后我们双手的手肘向下拉的时候与膝盖重合，这样换腿坐。好，那我们在站立腿的时候，注意我们做这个动作首先要收腹，站立腿呢是前脚掌着地，我们的重心落在我们的前脚掌上。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好吗？好，我们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需要大家去调整一下呼吸，我们来进行10秒钟的休息。你可以在心里默数，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数，10 9 8 7 6 5 4 3 2 1。好，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的徒手跳绳。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来进行20组，我们来开始，1 2。好，很快就可以进行完这样的一个热身的动作。那么第三个动作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我们的开合跳。同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分腿跳跃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朝向一个方向，尽量不要产生夹膝的状况。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做30组，我们预备开始。10 15最后10个，加油，前脚掌着地。好，开合跳之后呢，我们同样调整一下呼吸，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现在需要大家跪立在垫面之上，我们双手的手掌支撑在垫面上，我们首先做一个板式。好，那么注意收紧你的腹部的同时，不要塌腰，不要翘臀哈。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平板撑的开合跳，这个也很简单。好，那么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将双脚两侧打开，还原。好，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做20个。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开始。一，注意。跳的时候同样需要你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最后5个，4 3 2 1。好，那么这几个短暂的动作帮助我们身体快速预热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下面的练习。我们同样在这里需要大家调整一下呼吸。好，那么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做后撤步的撤步蹲。好，我们之前也给大家教过这个动作。好，那么注意在蹲下去的时候，我们的膝盖与我们的脚尖同样要在一个方向。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来做15组，预备开始。一，蹲下去。2 3 4 5 6 7，收紧你的腹部。8 9 10，最后5个，11，同时保持上半身的挺直。13 14，最后2个啊，最后1个。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接下来是一个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动作，我需要大家现在侧卧在我们的垫面之上。好，像之前呢，在前面的课程里也给大家讲到过这个动作。这个动作看似很简单，
但是对于锻炼我们臀部的侧面，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这个臀中肌和臀小肌，是一个非常好的锻炼的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首先坐在垫面之上，我们将我们的双膝微屈，双脚并拢。好，我们支撑的手的手肘呢垂直于垫面，我们的右手可以在胸部的下方作为支撑。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我们的脚后跟并拢，将我们上侧腿的膝盖向上打开，直至到你的最高极限。那么在打开膝盖的同时，我需要大家我们的髋部始终朝向水平的正前方。好，依次重复，我们单边做10个，所以双侧呢一共是20个。好，我们摆开始。一，感受到你臀中肌的收缩非常的明显。四，五，保持你脚后跟的不要分开。七，八，最后2个。九，十。那么如果你觉得做10个好像还没什么感觉的话，可以继续再多做5个到10个也是 OK 的。好，我们现在换侧。好，同样的姿势，我们开始另一侧的练习，保持我们脚后跟的并拢。一，不要翻髋。二，三，四，收紧腹部。五，六，七，八，九，最后一个，十。好，那我们就不起来。接下来这个练习，你可以在这里短暂的休息10秒钟。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做侧卧的抬腿。首先，我们将双腿并直，伸直且并拢哈。好，我们上半身呢是维持不变的姿势，但是我需要你左手，也就是我们上侧的手臂的大臂夹紧你的身体，同时收紧你的腹部。好，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将腿上侧的腿向上抬起。好，那么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需要大家回勾你的脚尖，这样可以更好的去启动到你臀部的肌肉，而非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也就是很多女生说的，我只想练臀而不想练粗腿。那么在这里你就要注意了，在上抬腿的时候将你的脚尖回勾。好，那么这个呢，同样我们单边做10个，两侧一共20个。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程度觉得10个好像没什么感觉的话，也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然后再增加数量哈。注意你的左侧的手臂的大臂一定要夹紧你的身体，保持腹部和臀部的收紧。好，我们开始。一，二，三。那么下落的时候注意你的脚不要落在另外一只脚上。五，八，九，十。好，你感觉到臀大肌和臀中肌的收缩力度非常的强烈啊。好，我们现在换侧练习，同样右侧的腿向上抬，我们来做10个。注意你的右手的大臂一定要夹紧你的身体，保持我们腹部的收紧。好，开始，脚尖回勾。二，三，四，五，六，七，保持髋部的水平。九，最后一个，十。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那么当然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练到臀部非常传统的一个动作了，那就是深蹲。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做普通的深蹲，我们来做一个宽距的深蹲，就是说我们的双腿之间的距离打开的要比平常做深蹲的时候更大一些啊。好，差不多是稍微略略的小于一条腿的腿长。同时呢，你的双脚的脚尖也是自然的朝向两侧的。那么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的膝关节和你的脚尖一定要在同一个方向。好，那么如果你家里有哑铃，或者是没有哑铃，也可以借用一个矿泉水瓶，装满水的矿泉水瓶来代替。那么在这里我就做一个徒手的宽距深蹲。那么当然如果你想增加难度，也可以持一些重量哈。好，我们双手合十与胸前交扣，吸气的时候下蹲，将我们的大腿面
与我们的地面平行，不要夹膝。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练12个啊。好，我们来开始。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动作。好，一、二、三，吸气的时候下蹲，五、六，收紧你的腹部，七，同时上半身挺直，九、十，还有两个，十一、十二。好，那么宽距的深蹲做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非常传统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锻炼臀部的一个动作，就是臀桥。好，那么臀桥呢，首先需要我们仰卧在垫面之上，然后呢弯曲我们的双膝，这时候我们的双手置于身体的两侧，让我们的掌心压实垫面，帮助我们身体保持平衡。我们的双脚呢开裂，可以与我们的髋部同宽。好，找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呢，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收紧我们的腹部的同时收紧我们的臀部，将我们的髋部高高的推向天空，呼气下落。那么注意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我们下落的时候让我们的臀部不要挨到垫面。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最后一起开始。一、二、三、四，注意收紧你的臀部。五、六，七、八，那么注意下落的时候要有控制。九、十、十一、十二，还有最后三个，十三、十四、十五。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依然是臀桥，只是稍稍的会有些区别。那么在家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借助一个小板凳或者是沙发都是 OK 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借助一点小小的道具，我们呢做一个高位的臀桥。首先将我们的双脚置于这样的一个板凳或者是沙发上面，让我们的膝盖弯曲成90度。好，同样我们的双手置于身体的两侧。好，那么在吸气的时候将我们的臀部高高的向上抬起，同时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那么这个高位臀桥呢，区别于刚刚我们做的臀桥，是可以更有效的锻炼到我们臀部下方的这一块的线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油滴这样的一个部位。很多的女生呢，这个臀部会有一点点下垂，就是因为这个油滴的部位在作祟，所以这个动作是非常好的，可以帮助我们锻炼到减少油滴这样一个部位的赘肉。好，那么这个动作同样我们需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那么注意你的膝盖弯曲成90度，我们进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最后一起开始。一，那么注意下落的时候同样你的臀部要有控制，不要落在垫面之上。四、五、六，收紧臀和腹部。七、八、九、十，最后5个，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那么刚刚的这个动作呢，除了可以很好的锻炼到我们臀部下方的这样的一块肌肉之外呢，同时也可以很好的启动到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呢，我需要大家俯撑在垫面之上，我们做一个跪姿的后抬腿。那么这个动作区别于我们之前教给大家的这样的后抬腿呢，我们需要大家在上抬腿的时候将我们的膝盖弯曲成90度。啊，好，那么首先你找到我们手的位置，让我们的手腕正好垂直在我们肩膀的正下方。好，让我们收紧我们的腹部。那么吸气的时候将我们一侧的腿向上抬起，保持我们髋部
不要翻髋，同时保持我们膝关节呈90度的弯曲。那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在这里呢，手肘微微的有一些弯曲啊，避免我们的手肘超伸。好，如果你准备好了之后一起开始，我们单边各10个，一共是20个，调整好呼吸，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练习。好，一，下落的时候我们膝盖不要接触到地面。3 4 5 6 7 8 9，最后一个10。好，那需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抬腿的时候呢，这个高度可以由你自己来掌握。那么就是说，不要尽量的，就是不要过分的抬高。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压椎有一些强烈的挤压感的时候呢，就可以微微的降低这样的一个抬腿的高度。好，我们现在换左侧腿的练习。好，收紧你的腹部，我们来开始。一，不要翻髋。2 3 4 5 6，配合呼吸。7 8 9，最后一个10。好，我们在这里呢短暂的休息10秒钟之后，我们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练习。那么下面这个练习呢叫做分腿跳跃，那么其实上也是弓箭步跳跃，但是区别于我们之前做的弓箭步的时候呢，我希望大家在起跳的时候能够就是跳起来的高度更高一些。那么这个动作会有一点点难掌握平衡啊，所以呢我们双手可以随着身体一起摆动，这样可以更好的帮助我们的身体寻找我们的协调性。好，我们可以先从弓箭步进入，也可以从直立腿进入哈。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做15组，调整好呼吸，我们一起来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好，这个动作呢还是会有一些累，所以我们调整一下呼吸，进入到今天这节课最后的一个动作。同样，我们俯撑在地面之上，我们做一个板式，我们做一个侧蹬山式，来结束今天这个阶段的这个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好，我们向前屈腿的时候，尽量让我们的膝盖接近我们的手腕处，好，接近我们的手肘。同样，这个动作我们一共需要做12个。我们调整好呼吸，从板式进入到这个动作。好，注意不要塌腰，也不要翘臀啊，让我们身体成一个平板。好，预备开始。1 2 3 4 5 6 7 8 9 10 11，最后一个12。好，我们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那么刚刚的这一整套动作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塑造臀部线条的这样的练习。那么我需要大家在完成刚刚最后这一个动作之后，休息40秒的间隔，然后我们把刚刚的这一整套动作需要再重复2遍，也就是一共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0秒的休息时间。Thank you.
40秒的休息过后呢，我们来进入到下一组的练习。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叫做站立侧抬腿。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好吗？好，我们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需要大家去调整一下呼吸，我们来进行10秒钟的休息。你可以在心里默数，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数：10、9、8、7、6、5、4、3、2、1。好，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的徒手跳绳。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来进行20组，我们来开始，1、2。好，很快就可以进行完这样的一个热身的动作。那么第三个动作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我们的开合跳。同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分腿跳跃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朝向一个方向，尽量不要产生夹膝的状况。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做30组，我们预备开始。10、15，最后10个，加油！前脚掌着地。好，开合跳之后呢，我们同样调整一下呼吸，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现在需要大家跪立在垫面之上，我们双手的手掌支撑在垫面上，我们首先做一个板式。好，那么注意收紧你的腹部的同时，不要塌腰，不要翘臀哈。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平板撑的开合跳，这个也很简单。好，那么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将双脚两侧打开，还原。好，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做20个。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开始。一，注意。跳的时候，同样需要你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最后5个，4、3、2、1。好，那么这几个短暂的动作，帮助我们身体快速预热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下面的练习。我们同样在这里需要大家调整一下呼吸。好，那么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做后撤步的撤步蹲，预备开始。一，蹲下去。二，三，四，五，六，七，收紧你的腹部。八，九，10，最后5个。11，同时保持上半身的挺直。13、14，最后2个，啊，最后1个。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动作，我需要大家现在啊侧卧在我们的垫面之上。好，依次重复，我们单边做10个，所以双侧呢一共是20个。好，我们摆开始。一，感受到你臀中肌的收缩非常的明显。四，五，保持你脚后跟的不要分开。七，八，最后2个。九，10。那么如果你觉得做10个好像还没什么感觉的话，可以继续再多做5个到10个也是 OK 的。好，我们现在换侧。好，同样的姿势，我们开始另一侧的练习，保持我们脚后跟的并拢。一，不要翻髋。二，三，四，收紧腹部。五，六，七，八，九，最后1个，10。好，
那我们就不起来。接下来这个练习，你可以在这里短暂的休息10秒钟。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做侧卧的抬腿。首先，我们将双腿并直，伸直且并拢哈。好，我们上半身呢是维持不变的姿势，但是我需要你左手，也就是我们上侧的手臂的大臂夹紧你的身体，同时收紧你的腹部。好，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将腿上侧的腿向上抬起，好。那么这个呢，同样我们单边做10个，两侧一共20个。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程度觉得10个好像没什么感觉的话，也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然后再增加数量哈。注意你的，左侧的手臂的大臂一定要夹紧你的身体，保持腹部和臀部的收紧。好，我们开始，一、二、三。那么下落的时候，注意你的脚不要落在另外一只脚上。五、八、九、十。好，你感觉到臀大肌和臀中肌的收缩力度非常的强烈啊。好，我们现在换侧练习，同样右侧的腿向上抬，我们来做10个。注意你的右手的大臂一定要夹紧你的身体，保持我们腹部的收紧。好，开始，脚尖回勾，二、三、四、五、六、七，保持髋部的水平，九，最后一个10。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那么当然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练到臀部非常传统的一个动作了，那就是深蹲。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做普通的深蹲，我们来做一个宽距的深蹲。一，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练12个啊。好，我们开始。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动作。好，一、二、三，吸气的时候下蹲，五、六，收紧你的腹部，七，同时上半身挺直，九、十，还有2个。11、12。好，那么宽距的深蹲做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非常传统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锻炼臀部的一个动作，就是臀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最后一起开始，一、二、三、四，注意收紧你的臀部，五、六、七、八，那么注意下落的时候要有控制，九、十、十一、十二，还有最后3个，13、14、15。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依然是臀桥，只是稍稍的会有些区别。那么在家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借助一个小板凳或者是沙发都是 OK 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借助一点小小的道具，我们呢做一个高位的臀桥。首先将我们的双脚置于这样的一个板凳或者是沙发上面，让我们的膝盖弯曲成90度。好，那么这个动作同样我们需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那么注意你的膝盖弯曲成90度，我们进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最后一起开始，一。那么注意下落的时候，同样你的臀部要有控制，不要落在垫面之上，四、五、六，收紧臀腹部，七、八、九、十，最后5个，11、12、13、14、
15。好，那么刚刚的这个动作呢，除了可以很好的锻炼到我们臀部下方的这样的一块肌肉之外呢，同时也可以很好的启动到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呢，我需要大家俯撑在地面之上，我们做一个跪姿的后抬腿。好，如果你准备好了之后一起开始，我们单边各10个，一共是20个，调整好呼吸，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练习。好，一，下落的时候我们膝盖不要接触到地面。三，四，五，六，七，八，九，最后一个，10。好，那需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抬腿的时候呢，这个高度可以由你自己来掌握。那么就是说，不要尽量的，就是不要过分的抬高。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压椎有一些强烈的挤压感的时候呢，就可以微微的降低这样的一个抬腿的高度。好，我们现在换左侧腿的练习。好，收紧你的腹部。我们来开始。一，不要翻宽。二，三，四，五，六，配合呼吸。七，八，九，最后一个，10。好，我们在这里呢，短暂的休息10秒钟之后，我们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练习。那么下面这个练习呢，叫做分腿跳跃。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做15组，调整好呼吸，我们一起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你这个动作呢还是会有一些累，所以我们调整一下呼吸，进入到今天这节课最后的一个动作。同样，我们俯撑在地面之上，我们做一个板式，我们做一个侧蹬山式，来结束今天这个阶段的这个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同样，这个动作我们一共需要做12个。我们调整好呼吸，从板式进入到这个动作。好，注意不要塌腰，也不要翘臀啊，让我们身体成一个平板。好，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最后一个，12。好，我们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那么，刚刚的这一整套动作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塑造臀部线条的这样的练习。那么，我需要大家在完成刚刚最后这一个动作之后，休息40秒的间隔，然后我们把刚刚的这一整套动作需要再重复2遍，也就是一共我们需要做3组。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40秒的休息时间。40秒的休息过后呢，我们来进入到下一组的练习。那么第一个动作呢，叫做站立侧抬腿。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好吗？好，我们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这个动作做完之后，我需要大家去调整一下呼吸，我们来进行10秒钟的休息。你可以在心里默数，也可以跟我一起来数：10、9、8、7、6、5、4、3、2、1。好，那么第二个动作呢？这个动作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就是我们的徒手跳绳。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来进行20组，我们来开始，1、2。好，很快就可以进行完这样的一个热身的动作。那么第三个动作大家也是非常熟悉的，那就是我们的开合跳。同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我们分腿跳跃的时候，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脚尖朝向一个方向，尽量不要产生夹膝的状况。好，那么这个动作我们做30组，我们预备开始。10、15，最后10个，加油！前脚掌着地。好，开合跳之后呢，我们同样调整一下呼吸，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们现在需要大家跪立在垫面之上，我们双手的手掌支撑在垫面上，我们首先做一个板式。好，那么注意收紧你的腹部的同时，不要塌腰，不要翘臀哈。然后呢，我们做一个平板撑的开合跳，这个也很简单。好，那么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将双脚两侧打开，还原。好，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做20个。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开始。一，注意。跳的时候同样需要你收紧你的腹部和臀部，最后5个4、3、2、1。好，那么这几个短暂的动作帮助我们身体快速预热之后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下面的练习。我们同样在这里需要大家调整一下呼吸。好，那么下面这个动作呢，叫做后撤步的撤步蹲，预备开始。一，蹲下去。2、3、4、5、6、7，收紧你的腹部。8、9、10，最后5个。11，同时保持上半身的挺直。13、14，最后2个，最后1个。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看起来非常简单的动作，需要大家现在凑在我们的垫面之上。好，依次重复，我们单边做10个，所以双侧呢一共是20个。好，我们摆开始。一，感受到你臀中肌的收缩非常的明显。4、5，保持你脚后跟的，不要分开。7、8，最后2个。9、10。那么如果你觉得做10个好像还没什么感觉的话，可以继续再多做5个到10个也是 OK 的。好，我们现在换侧。好，同样的姿势，我们开始另一侧的练习，保持我们脚后跟的并拢。1，不要翻宽。2、3、4，收紧腹部。5、6、7、8、9，最后1个。10。好，那我们就不起来，接下来这个练习你可以在这里短暂的休息10秒钟。那么这个动作呢叫做侧卧的抬腿，首先我们将双腿并直伸直且并拢哈。好，我们上半身呢是维持不变的姿势，但是我需要你左手，也就是我们上侧的手臂的大臂夹紧你的身体，同时收紧你的腹部。好，那我们在吸气的时候将腿上侧的腿向上抬起。好，
那么这个呢，同样我们单边做十个，两侧一共20个。那么当然了，如果你的程度觉得十个好像没什么感觉的话，也可以根据你自身的情况，然后再增加数量哈。注意你的左侧的手臂的大臂一定要夹紧你的身体，保持腹部和臀部的收紧。好，我们开始，一、二、三。那么下落的时候，注意你的脚不要落在另外一只脚上。五、八、九、十。好，你感觉到臀大肌和臀中肌的收缩力度非常的强烈啊。好，我们现在换侧练习，同样右侧的腿向上抬，我们来做10个。注意你的右手的大臂一定要夹紧你的身体，保持我们腹部的收紧。好，开始，脚尖回勾，三、四、五、六、七，保持髋部的水平。九，最后一个十。好，那么这个动作做完之后呢，那么当然就是一个我们所谓练到臀部非常传统的一个动作了，那就是深蹲。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做普通的深蹲，我们来做一个髋距的深蹲。一。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练12个啊。好，我们开始。如果你准备好了，我们就进入到这个动作。好，一、二、三，吸气的时候下蹲，五、六，收紧你的腹部，七，同时上半身挺直。九、十，还有2个，11、12。好，那么髋距的深蹲做完之后呢，我们需要做另外一个非常传统的，也是非常有效的锻炼臀部的一个动作，就是臀桥。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一。三、四，注意收紧你的臀部。五、六、七、八，那么注意下落的时候要有控制。九、十、十一、十二，还有最后3个，13。14、15。好，那么接下来的这个动作呢，依然是臀桥，只是稍稍的会有些区别。那么在家呢，我可以建议大家借助一个小板凳或者是沙发都是 OK 的。那么在这里呢，我也借助一点小小的道具，我们呢做一个高位的臀桥。首先将我们的双脚置于这样的一个板凳或者是沙发上面，让我们的膝盖弯曲成90度。好，那么这个动作同样我们需要做15组。如果你准备好，就和我一起开始。那么注意你的膝盖弯曲成90度，我们进入到一个正确的位置之后，就和我一起开始。一，那么注意下落的时候，同样你的臀部要有控制，不要落在垫面之上。四、五、六，收紧臀和腹部。七、八、九、十，最后5个，11、12、13、14、15。好，那么刚刚的这个动作呢，除了可以很好的锻炼到我们臀部下方的这样的一块肌肉之外呢，同时也可以很好的启动到我们股四头肌的力量。那么接下来这个动作呢，我需要大家俯撑在垫面之上，我们做一个跪姿的后抬腿。好，如果你准备好了，就和我一起开始。我们单边各10个，一共是20个。调整好呼吸，我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练习。好，
一，下落的时候我们膝盖不要接触到地面。三、四、五、六、七、八、九，最后一个十。好，那需要在这里提醒大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上抬腿的时候呢，这个高度可以由你自己来掌握。那么就是说，不要尽量的，就是不要过分的抬高。如果你感觉到你的压椎有一些强烈的挤压感的时候呢，就可以微微的降低这样的一个抬腿的高度。好，我们现在换左侧腿的练习。好，收紧你的腹部，我们来开始。一，不要翻髋。三、四、五、六，配合呼吸。七、八、九，最后一个十。好，我们在这里呢，短暂的休息十秒钟之后，我们来进入到下面的一个练习。那么下面这个练习呢，叫做分腿跳跃。好，那么这个动作呢，我们一共做15组，调整好呼吸，我们一起来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好，这个动作呢还是会有一些累，所以我们调整一下呼吸，进入到今天这节课最后的一个动作。同样，我们俯撑在地面之上，我们做一个板式，我们做一个侧蹲山式，来结束今天这个阶段的这个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同样，这个动作我们一共需要做12个。我们调整好呼吸，从板式进入到这个动作。好，注意不要塌腰，也不要翘臀啊，让我们身体成一个平板。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最后一个十二。好，我们在这里调整一下呼吸。那么，刚刚的这一整套动作呢，就是我们今天关于塑造臀部线条的这样的练习。好，那在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做完练习之后，非常重要的就是进行拉伸。因为通过拉伸之后，才能够让我们的线条变得更加的好看。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拉伸的环节。好，下面呢我们来进行臀部的拉伸。好，大家跟我一起坐立于地板上。首先呢，我们将我们的两侧臀部向后拖动，好，让我们的坐骨扎实于垫面。好，现在呢我们吸气时，让我们抬起我们的右脚，好，屈右膝，将我们的右脚的脚掌放在我们左侧左腿的内侧，好，去靠近我们的左腿。好，这时候我们还可以再次调整一下，调整一下我们的身体，调整一下我们的坐姿。好，让我们的身体躯干位置摆正，双手自然放于身体的两侧。好，让我们的胸腔向上提起，肋骨内收，胸腔向上提起，找到我们戴项链的这个位置呢，去靠近我们的下颚。对，让我们的锁骨去找向下颌。好，我们的头颈部呢，在坐姿的时候呢，可以略微的扬起一些。好，去建立我们颈部前侧、颈部后侧两侧用力均匀的伸展至我们的耳侧，向上推的感觉。好，让我们的左脚的内缘向前，对，用力的推出。好，吸气，双手尽两侧向上高举过头顶。好，呼气，进行前屈，还是一样，以髋部为折点，进行骨盆的一个前倾。好，让我们的腰椎段的曲度能够自然的呈现。好，那么仍然一样，双手去放在我们的
小腿的两侧。好，那有一个将把垫子向后推的这个感觉，去让我们的脊柱向前伸展。好，就在这里停留就可以了，不必要让我们的身体过分的向前向下。好，我们一点点随着我们的呼气，慢慢的去使我们的身体向斜下方去拉动就可以了，找到这个感觉就好了。对，感觉我们的胸口的位置呢，有一束光在照在我们的脚趾尖上，那慢慢的让这束光一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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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照亮我们的脚趾。好，在这里保持3至5次均匀的呼吸。好，每一次呼气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感觉身体腿部后侧臀部外侧这个僵紧感在逐渐的减热。好，我们每一次的呼气呢，都可以去感受到我们的腿部的后侧臀部的位置僵紧感在逐渐的减弱。好，保持顺畅的呼吸。啊，当然呢，你还会感觉到我们屈膝腿一侧的臀中肌呢在发力，去帮助髋部进行一个外旋的动作。好，再一次呼气，再次向下。好，吸气，手臂经侧向上高举，呼气，手臂自然的落下。好，现在呢，我们需要将我们的身体啊向前移动一些。好，让我们的右脚的脚踝去靠近左手的手腕处。好，然后呢，使我们的左脚脚背贴地。好，我们进行一个天鹅式的练习。那去加深我们右侧臀部的伸展。好，在这里我们仍然可以屈手肘俯身向下，手肘支撑我们的身体。好，保持右脚脚尖回勾。好，让我们的髋部尽量摆正，找到左侧的大腿面去靠近地板。好，在这里停留约3至5次均匀的呼吸。这个练习呢，不仅可以去拉伸我们的臀部，还可以去帮助我们拉伸髋部。对于久坐的朋友，这个动作也有会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好。当你保持3至5次均匀的呼吸之后，我们可以慢慢的起身。好，现在呢，将我们的左腿收回。好，仍然回到坐立。好，现在呢，让我们保持右腿屈膝的状态。好，让我们将我们的右腿的小腿胫骨呢平行于垫面的前端，把我们右脚的脚踝呢放在我们的左腿的位置，靠近膝关节的位置上，自然的落下。好，现在我们屈左膝。好，再次调整一下。好，让背脊挺直。好，现在呢，我们的重心略微向后靠，然后双手去扶住我们左脚的脚底的位置。好，随吸气时将我们的左腿向上伸直，脚尖回勾。好，每次呼气的时候呢，去尝试双手去帮助我们的左腿向身体的位置靠近，当然保持背脊伸展。我们在练习的时候不要这样拱背啊。那我们仍然保持脊柱的伸展感，对，一节一节的将我们的脊柱向上伸展。好，在这里保持3至5次均匀的呼吸。随呼气，慢慢的将我们的左脚放下，左腿伸直。好，我们现在呢进入换侧练习。好，调整一下坐姿之后，
我们屈左膝，左脚的脚掌去贴靠右腿的内侧。好，调整一下。好，双手自然放于身体的两侧。好，支撑身体。我们先调整一下脊柱的位置啊，我们在这里呢，让我们的身体摆正。好，双手两侧，腹部收紧，胸腔向上抬气。好，吸气，双手进两侧，向上高举过头顶。好，呼气，仍然进行一个前屈，双手放于右脚啊，右腿小腿的两侧。好，慢慢的延展我们的身体。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上身呢应该是正对着这个位置。好，那保持我们的胸腔向上抬气。好，好，如果随着停留，我们会感觉到腿部后侧臀部的僵紧感在逐渐的减弱，那这时候我们也可以让我们的双手尝试一点一点的向前移动至右脚脚踝的两侧的位置。保持右脚脚底内缘的蹬出。好，再来一次，坚持一下。我们随着每一次呼气去感觉到身体越来越的放松。好，在这里呢停留的时间呢稍长一些，那我们可以更好的去帮助我们去启动高尔基腱器，那么来去释放这激素去对抗肌肉的僵紧感。好，吸气，手臂两侧向上高举，呼气，缓慢的落下。好，结束这个动作练习，我们下一个动作，那仍然让我们重心略微向前移。好，双手撑地，左脚的脚腕我去找脚踝，去找向右手的手腕。好，然后右脚脚背贴地，右腿向后伸直，俯身向下，手肘撑地。好，支撑身体。那如果感觉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右侧大腿面呢很容易离地，髋部呢不能很好的摆正，我们可以尝试将我们的左脚去拉进自己腹股沟的位置上，拉进我们的向右侧腹股沟去拉近。好，好，那么如果可以，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左侧小腿继续平行于地板的前端。好，保持顺畅的3至5次呼吸。好，当你完成之后，缓慢的让身体起身带回。好，让我们的右腿向前伸展，重新回到坐姿。好，双手去托靠臀部向后。好，最后一个动作，那就是将我们的左腿抬起。好，让我们的左脚的脚腕的位置，脚踝的位置呢去贴靠我们的，最好重来一下啊。好，最后一个动作，那我们双手去托住我们的左腿，让我们的左脚脚踝的位置放在我们的右腿的大腿面上，靠近右膝的位置。好，吸气，延展脊柱，呼气，继续屈膝。好，让我们的右脚脚掌踩地。好，身体重心可以略微的向后靠，那让我们的双手去托靠我们的脚底。好，吸气，向上伸直右腿。好，仍然随吸气的时候，让我们的脊柱向上延展。
保持背脊挺直来完成这个动作练习。加深臀部、腿部的伸展。好，呼气，缓慢的落下。好，解开双腿、双脚。好，让我们的双脚落地。好，双手托住垫面，臀部向前移动。好，现在呢，让我们的臀部向前移动，让我们的尾骨的位置、骶椎的位置很好的贴合地板，身体向后仰。好，双脚蹭动垫面，向两侧向下。好，双脚双腿自然的放松，双肩向下沉。好，双手自然的放于身体的两侧，掌心向上。好，略微的将我们的下颌轻抬起，帮我们营造更好的颈椎的曲度。好，在这里呢，我们去保持顺畅的呼吸。好，我们今天也可以去测量一下我们腰椎呢和地板的这个位置。好，我们可以将我们的双手好去放在我们的腰部的后侧。那如果它和我们的如果可以放下我们的半个手掌的这个距离，那就可以在这里继续保持手臂向两侧展开。保持均匀稳定的呼吸。好，那我说过呢，休息术的练习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好像是在制作一道丰富的美食之后，我们现在进入一个品尝这个美食的过程。所以现在让我们尽情的去享受身体所处于的这个状态。我们在这里呢，大约需要停留10分钟的时间。如果你完成了休息术的练习之后，我们就结束了本次课程的练习。那么经过刚刚的练习呢，我们这一节关于臀部线条塑造的课程，就到这里了。那么相对于上节课程呢，我们这节课增加了一些难度和力度，因为我们的身体在进入到一个觉醒和适应的阶段过程之后呢，我们需要给它加一点点的这个强度哈，让它进入更好的一个适应的阶段。那今天的课程呢，我们还就专门就这个臀中肌和臀小肌的位置进行了锻炼与拉伸，那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去建立一个浑圆的臀部。那么如果呢，你想要更多的一些关于臀部线条的塑造，那我们在后面的课程还会有一些负重的练习，对，可能会帮我们的臀部塑造一个更完美的线条，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跟我们一起努力了。好，那我们一起坚持吧，今天就这样，拜拜，拜拜。